sesuai dengan keputusan gubernur yang sudah dikeluarkan. Hikmahnya saya rasa bahwa kita apresiasi sekali bahwa pemerintah kasih penghargaan untuk bahwa dinamain Kali Angke Suci. Kantau ah ini, nah, justru 2008年 4月13 hao zhe yi tian, Hong Xi He na li bei la, sheng zhang lai li bei. 命名为慈济红溪河，这些都是很开心。红溪河呢，回想到了2002年那一年大雨成灾，哇，雅加达大淹水哦，这个金融中心啊，两三天水都拢抽好啊，完全的恢复了它的金融的迹象哈、哦，都很快。但是呢，红溪河违章建筑贫民区里面，啊、哦，几个月啦，这一群穷人又是在脏的很脏垃圾的脏水上啊，这样的生活。那思贤从美国回来，我就跟他说：“你印尼跑一趟。”就这样，他一跑了，就把画面呐、啊、就带回来。这是追灾后的一个月呢，情景是这样哦。那个时候呢，我就他回来，我就说啊：“那请当地的企业家归来，赶紧回来。”很即刻，金光集团呐、啊，黄老居士就回来了，哈、哦，黄龙年呐、啊，还有那就是回来，我就说，一定，五管齐下，您一定爱安尼做，赶快把红溪河的水抽走，而且呢，抽水的同时还要呢清扫，那。还要呢，请你到总统府跟省府去呼吁他，军警都要动员出来，军人跟警察都要动员出来，而且呢，我们来呼吁在当地人呐、啊，都来投入。那这很感恩啊，那个时候的黄老先生哈、哦，他都说好。他就会这样做哈，回去他就呼吁了企业家，还有呢，跑总统府，那请求这个军警都出来帮忙哦，而且呢，他自己的集团高级干部呢，率领了员工也出来，那一年呐、啊，黄老居士已经81、82岁了。他也自己呢以身作则，看到了吼，他也是牙去刷挑来吼，在迄个所在跟人吐泥呢，那迄个黏泥吼，实在是真重啊！他实在是吼，这个老人家呢，我实在是真感恩，就是他这样的一带动，很多的企业家跟着开始呢，也很感恩，感恩吼。就是企业家从此开始了，2002年3月开始呢，那个时候五管齐下，除了抽水、变扫、消毒、疫情，接下来期待他们呢要去请省长、总统拨土地，我们要为他们清。李洪溪和还原，要为这一群违章建筑的人要有家可住，期待他们去向政府要土地。我还有条件，不要再离市区很远，一定要进市区，因为呢，进市区啦，他
们要做工，要做小生意等等，他们方便，才不会呢想远吼，他们这个谋生为难呐、啊，他就会再过再倒转来违章。所以你要彻底呢正本清源，所以要他们呢要得起交世交里吼，那就也真的做到了。所以开始撤这个洪溪河畔的违章。清这条河吼，清足久的啦。这要到迄个端午节的之前呐，我就说吼，啊，希望迄条河啦，会当清干呢，会当底下白龙船呐。那很快吼，阿言回去啦，郭居士回去就说，师父安尼讲，省长就说，我们今年就来划龙舟。我都过回来跟我讲，我讲吼，迄唔通哦，现在的水也未清啦、啊，现在呢，也过我有过看到粪扫，也未真干净，唔通啦。那省长安怎回答呢？他说，就是因为现在还没有完全清好，才要在这个时候。我讲吼，啊，这吼是和国际的那划龙舟吼。国际的人，伊讲都是要请国际的使节都来参观啊！阿奶阿奶，他说这样人家才能看到啦，过去洪溪河的粪扫经过了，这样清理还是这样子，将来我们用清啊，再过后来看卖的。真的那一年，他们呢是举办龙船杯呢。对吼，曾经有过的啦，这都是呢。再回顾过去，真的是哦，也是国际救济的最根本的一个记录啦。那看到这金卡莲村呐、啊，就是我们的第一个慈济村，大概人搬进去呀、啊。哎，有的人呐、啊、要搬进去哦，明明拿到了钥匙哦。徛伫伊个房屋的外面吼，他目睭客客，唔敢背金。他说：“你开门啦、啊！”他说：“我不敢睁开眼睛，为什么？我怕眼睛开了就没有了啦。”真的是，那真正是安尼入去吼，内底哦，什么都有啊啦。有城坡，有多啊一呀、啊，过去呢是妄想，没有，绝对没有。那现在呢，他们呐、啊，这里慈济大爱村呐、啊，不只是人人可以搬进去，而且孩子呢有学校，所以学校启用呐、啊。住在里面的孩子呢，去当尊，伊那弄腾车卡招的这个垃圾堆中的哈，根本都没有办法上学。我们也为他盖学校，那大人安住啦，伊那呢有学校啦，也是开学。400多伊那，现在已经2000多位孩子了啦。当年的洪溪河上的打了赤脚在那里玩耍的孩子，现在大学毕业了，也已经呢走入了我们的同仁的行列里面了。这都是感觉到说，回顾过去了，真正是吼，虽然是很坎坷了，但是呢，也是感觉很美的。一条过程吼，啊，安溪河这个整顿呐，到起码15年啊，好，那就这样的能一路走过来，从很穷的国度、很不平安的这个族群，把到了现在呢，安和乐业哦，而且呢，民安国富哈，真正是真欢喜这一回他们的分享哦。我是很欢喜的哦，那当然啦，还有其他的国家哦，
每一个都很听话，都是菩萨。那我们呢，对国际呢，不管是难民灾民呐、啊，大家都很用心力。我一定呢，要让所有的有爱心的人要发挥的哈、哦、更广、更宽，那真正的帮助到了更多的人，期待他们呢能安住下来，而且呢苦尽拔矣，复为说法，《无量义经》这么说，所以我们要拔除他们的苦难，而且呢要让他们走入佛法。所归己，而且呢净化心，这都是我们的目标。